根据评论，建议生存。由于受了僵尸攻击，我的伤口出现了感染，于是我动身前往未知的小镇寻找消毒物品。到达后才发现这里早已经沦陷，而就在我清理完周围的僵尸后，一个人影冒了出来。别过来，你是谁？别开枪，胖哥，是我，我是瘦子啊。啊，瘦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先给我搞点吃的，刚才走半道都饿晕了。叔叔，好好好，你等一下，我这里有点吃的，你先吃着。不对呀、啊，胖哥，怎么吃起来一股发霉的味啊？没事，你吃，这都是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，应该可以吃的。这纯捡垃圾吃的。我靠，都吃吐了！早上吃的虫子都吐出来了。哦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的。这也太过分了。得咒的伤口感染后，瘦子也加入了寻找药品的队伍当中。终于在一处小屋的冰箱里，我找到了一瓶老爹酒。而这时的感染已经蔓延到了上半身。随后在酒精的作用下，我的身体机能逐渐恢复，但额头上的伤势出现了恶化，酒精也消不了毒，这可怎么办？有了，还记得网友说过，酒精消不了的毒可以用抗生素，而抗生素多半会出现在地堡的医务室里。好啊，有救了！非常感谢网友的救命之恩。走吧，问问瘦子要不要一起去。什么情况？一来就听见了狼叫声。我操，胖哥有狼啊！来吧。OK， 少狼崽子，碰见了我们胖瘦双煞，算你倒霉。嗨，叔叔，看锤！一个一个狼吃出了我鞋床，一次一次向后穿梭旧时光，跳上五星天空张开了翅膀。哎呦，还想跑？小李飞刀，我得凹你的。看到没，瘦子，学着点啊！牛逼啊，胖哥，是这样吗？你这还差远了，先吃饭，先吃饭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和瘦子说了去医保找抗生素的想法后，这会儿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。可以，真是我的好兄弟。来，瘦子，多吃点，一会儿好上路啊。不是，好赶路啊。我不说了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胖哥，你没事吧？不行了，瘦子，头上的感染更严重了，我们快出发吧。胖哥啊，怎么了？不是吧，又来？哎，瘦子，这次好像冲你来的。不慌了，让我先来试试水。他好像并不会进来，那就好办了。瘦子，我们来个里应外合，前后夹击，一胖一瘦，一锤一刺，前凸后跳，一人一胖。可不敢胡说。快快，瘦子，他跑了！看我小李飞刀，我去你的！小李飞。哪去了呢？哦，这呢，没事儿，吸取教训，下辈子注意就好了。我说臭子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走两步就有一只狼呢？谁让你要吃他们的肉啊？靠背了，这么机车的话你也讲得出来，你也是共犯了啦。我数三声，咱们一起冲出去啊！一二三，走走。我去你的！我得凹你的！我去你的！我得凹你的！慢瘦子，穷寇莫追啊，天就快黑了，我们还是先去地堡吧。走。OK， 里面的僵尸都骗出来了，我们慢慢摸进去。哟，刚好没子弹，这就来了一盒。胖哥，我这有自爆，你别过来。啊，没事儿，我有子弹了，应该没问题。我是谁？枪会给子弹。哎呦我操，先进门，好像来不及啊。胖哥，来我这儿，我给你开门。来了来了，准备关门啊。我去，好险啊！瘦子，让我来。珍爱生命，远离窗口。安全了。不对，听声音好像还有啊。我去看看那边门关好了没。OK。发现了，在这里。我操！哎哎，瘦子，我被炸了，来救一下。